台湾总统选举会在星期六举行，民进党的蔡英文挑战执政国民党的总统马英九。选民取态在亲民党的宋楚瑜宣布参选之后变得诡异难测。最新的民调显示，马英九和蔡英文的支持度进一步收窄，形成拉锯局面。我们都需要重新思考，都胜利好不好？四年前用选票将民进党拉下马的中间选民，在今次选举当中亦都成为蓝绿阵营积极拉拢的对象。台湾这十二年来被这个政治搞得乌烟瘴气，年轻人应该对蓝绿恶斗，蓝绿的恶斗要有觉醒。我觉得台湾的政坛上就是要这样的第三势力出现，让选民的声音能够被表现出来。他们的取态在投票日会发挥关键作用。这个星期六，台湾举行第五次的总统直选，在1800万选民当中，有120万年轻人第一次有权投票选总统。他们被人叫做手头族，特点是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亦都不倾向任何一个政党。我22岁，我是客家人。我23岁，我爸爸是新竹。来请叫我爱会讲客家。三个候选人为了争取这班手头族的支持，各出奇谋，大打青年牌。陈月琪是台湾大学政治系学生，半年前他联同30间大学的学生代表组成观察团，监察候选人的表现。没有青年政府就会败亡，国家就会窒息而死。国际透明组织在三个候选人进行政见发表会那一晚，他们出席媒体论证节目，分析候选人政纲的优劣。会创造新的中国就业机会，提升所得，政府投资有未来性的产业。但是在蓝绿对决之下，双方不择手段，只有对立没有中立。但是台湾，大家看到青年力量可以拿出来变成一个特质，我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马的下面一直玩都不好吗？不然为什么马会被骂无呢？你认为宋楚瑜讲的比较好？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好，那宋楚瑜当然。为什么大家喜欢宋楚瑜主席的言论，是因为他点出了现在年轻人厌恶的问题，十几年来蓝绿的恶斗。那现在他提出了超越蓝绿，很对年轻人的胃口。他提出了民生议题，也很对年轻人的胃口，因为现在失业率飙高，超时工作都很对年轻人的胃口，所以大家才会支持他。他等于是一个民怨一个宣泄。我们对蔡英文主席他提出来那个就是失业津贴，我觉得要有所保留了。就他没有讲清楚说可以领的资格是什么。我看了这三党的政策，其实没有比较，没有 focus 在说租屋这市场，还是停留在租金补贴的部分。其实每个人民都希望就是候选人能够提出一些好的政见，能够符合他，然后所以才会把这张票投给他。如果真的把政治这件事情简化到只有蓝绿的话，那是我们台湾人的悲哀啊。马英九在上届选举的政纲重点是改善经济。633不只是个数字，更是我们对台湾的承诺。执政三年多之后，台湾国民的实际收入
反而倒退到13年前的水平。这张开出的空头支票结果成为他今次竞选的负资产。没人知道台湾路在哪里，台湾路买无，买无你买哪有头路，无可能啦。王光毅经营寝具生意多年，在2000年他投票给陈水扁，有份促成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上一届他就转投国民党的马英九，一心寄望他搞好台湾经济。这3年多来台湾的经济没有改善，而且更恶化。633也没有兑现，我们的行业群聚产业本来还有9%的关税你现在马英九总统说要跟中国签一个法，是零关税互惠啊。虽然我们马总统他有一些配套措施，就是说暂缓，可是暂缓是短暂的啊。短暂的时间，如果没有完全的配套措施出来要倒是早晚的事情，所以我们认为说就是让换一个人来做会可能会更好啦。在台湾土生土长的王光毅2年前专登加入国民党，希望藉此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好似他曾经游说政府设立一个台湾制造精品馆，推广传统产业，但是就一直得不到回应。这是国民党的党员介绍我去认识我们的那个国民党的中常委，希望中常委能够提供这些资讯给总统所以说如果入党的话自己人比较好办事，结果自己人还是没有办法办事，到现在要选举的还是没有看到所谓的台湾制造精品馆。你说这样的政府，你说我们还可以相信他吗？各位亲戚你个给我感谢上届总统选举，马英九打着青年形象轻松以221万选票差距击败民进党的谢长廷，高票当选。今次蔡英文成功摆脱民进党贪腐的形象，极力争取中间选民支持，和马英九形成拉锯局面。如果明天就是总统大选，在国民党推出马英九、吴敦义，民进党推出蔡英文、苏家全，新民党推出宋楚瑜、林瑞雄，在这三组候选人当中，请问你会支持哪一组来做我们的总统？那是马英九啊。马英九了，好。探测新闻议题对于选情变动的影响，三个人的走势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马跟蔡这个阵营是两个比较大，然后宋这边是相对比较小。邱宝元是中国时报专责总统选举民意调查的负责人，今届他们第一次做滚动式的民意调查，连续3个月最终候选人的支持率走势。结果显示，选举初期马英九一路领先蔡英文，不过到蓝绿阵营分别爆出丑闻之后，选情就出现变化。在比较于本来是非机密的公文，3月31日，原来已经有这样子的法人说明会了，那是不是蔡英文准给蔡英文？邱宝元指出，国民党原本用雨枪案来打击蔡英文，指他涉嫌以权谋私，点知之后被揭发举证文件的日期出错，造成反效果，蓝绿阵营的支持度差距一度缩窄到1%。跟大陆未来做政治的对话，那个和平协议当然是其中之一。来参加。2个月前，马英九抛出两岸和平协议公投议题，间接帮助蔡英文凝聚泛绿阵营。
结果两个候选人的支持度一直徘徊在2-3%的差距。对于绿营的价值上来讲，还有什么东西比我要被中共统一还要来得危急的？这个意识形态跟他对于被统的这种恐惧感，这个对绿营的很多支持者讲，这是大于一切的。那个基本盘，绿营的基本盘巩固住了，那我只要巩固住，我再去吸引一些所谓刚刚你讲的经济学门，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蔡英文的策略嘛。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这次选战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定盘的效果，僵持也是焦灼，没有错，就是僵持焦灼在那2-3%里面。然后那26票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超过13万票，很可能就翻过去了。阿扁忽然来了，哦，这厉害了。时间不太好，有10000年，有3000年，有一个人他却赚大钱，不用说你们都知道是谁，一家人才是红喜天，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大家辛苦去赚钱，他们躺着来捞钱，陈太太运气好。这条讽刺陈水扁一家贪污腐败的短片曾经在网上大受欢迎，创作人是吴永峰，绰号白白阿峰。上届总统选举，他帮马英九就设计了另一条竞选动画片。不要害怕马后炮，至少他不会到处乱搞，台湾有马才会跑。2004年做导扁是愤怒，那时候的心情是愤怒的，是有一种力量想要反抗这个贪腐的政府。2008年做呢是开心的，我们可以选马英九。快乐，有希望。马英九非常青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希望选一个青年总统。现在做呢，比较感性，比较伤感，所以你看我听我的幸福车站。今晚他的戏你叫我搁等十年，这摆不能搁戆，你就爱看好清。过往的总统选举，吴永峰先投陈水扁，再到转投马英九。今年他就选择支持宋楚瑜，还帮他站台助选。天空的车站已经要到啊，人在做，天在看，咱的打拼是无彩架。台湾这几年真的过得非常的，不要说痛苦，真的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希望是选一个有能力的总统来带领的台湾呢，再次创造台湾的奇迹嘛。可是你看马英九去看八八风灾的时候，他跟人民讲的话，那人民说为什么我找不到总统？总统竟然跟他讲，我不就来了吗？我现在不是你看到了吗？我觉得这是个态度。你有没有把人民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我觉得这是个执政的态度的问题。那个蔡英文很单纯。很干净，可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省长，从来没有做过市长，你没有经验，你怎么样来带领一个国家呢？如果不论谁当选，你问这三组能力，不要选总统，这三组谁比较好？90%人民会讲宋楚瑜比较好。那为什么投票的时候却不选个最好的吗？选举不就是选贤与能吗？选举的真谛，可是现在选举不是，是蓝绿。本身是国民党党员的中小企老板黄国毅，今次大选决定不再投给马英九，改为支持蔡英文。这一晚他还专程出席民进党的造势大会。到我们下一个世代的产业，我们通通要把它整理一遍，让我们所有的产业的竞争力都可以强化，让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台湾就是两党政治啊，哦，不是这个党做就是这个党做啊，哦，你小党也不可能来执政啊，他也没有那么多人才啊。中间选民是选一个有能力的，哦，他不是选政党啊，就是能够带领台湾经济起飞的一个好的人才。
他也承诺未来要组织一个庞大的这个经贸团队啊，带领这些我们这些传统产业集体行销到国外去。如果小英这次能够当选如果他没有做得不好我同样也是全国性那个庙口的这个助讲我也天天批评他我们是不分党派批评他。选举前十日，根据中国时报民调的最新调查结果，马英九领先蔡英文不够3%，宋楚瑜的坚定支持者大约有6%，另外有1/8的选民未表态，一班中间选民成为了今次总统选举的胜负关键。我们以前做两组的时候很有意思，大概都在7/4、7/5的表态率，可是宋瑜加进来可能会有到80%的表态率，换句话说，其实宋进来他基本上也有提高投票率的作用。这个中间选民里面又分成有理选民，本来原先投马英九的部分，那我现在还没有决定我要投给谁那这个公率大概是5.8%左右的这个有理选民，这个选票结构的流向，他最后怎么流，会不会回流到马英九那里，还是说跑到宋那边或者这个蔡英文那边，其实对于这次选战这么接近的状况之下，其实是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越多的那个候选人投入选举啊，竞争才会越激烈，政治人物的承诺啊，还有他的诚信啊，还有他的回应选民哈，他会更具体，那更热烈。何中芬在上届总统大选期间，聯同部分民間團體發起一個組織，推動公民社會監督政黨表現，延續選民的力量。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民主應該還是在那個萌芽階段，就是那個幼稚園也好或者國小也好，它還是在起步。選民就是呢，我在選舉的那一天我是投家，我是主人，我可以決定投誰，然後讓不好的政治人物不見了。可是呢，选民在选后呢，他就没有影响力。公民呢，就是关心公共事务，他可以随时对他所认为不满意的事情，他可以表达意见，甚至他可以参与，可以行动。今次大选，何中芬有份联署支持宋楚瑜出嚟参选。不过星期六佢会选边一个呢？佢话到呢一刻都仲未决定。这次的那个总统候选人政见都是那种很口号式的，所提出来的承诺都比较模糊一点，不会那么的具体，不会再像上一次说要633，不敢那么具体的东西。我会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走出去。福利照养体系，那一定爱走，而且政府一定要挑起责任，再做一下台风掉掉。让台湾休息休息吧，都是放下蓝绿，做不做上届重要的，对不？以前啊，我们 NGO 啊，哈，那个只要是那个选举的时候，哈，要政治人物的签承诺书，每个人都跟你签。后来很多的 NGO 拿着你签的承诺书啊，要你兑现这个承诺的时候，政治人物吓到了。所以呢，最近这一两年啊，政治人物几乎不签承诺书，像马英九也不签，蔡英文也不怎么签。这个中间选民，他都是关键性的少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面，就是要靠公民的力量，要有强大的 NGO 团体，能够来监督跟制衡我们的政党跟政治。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社会才会健全发展。我最担心的还是说那种无可预期的
暴力事件，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民主或者对选情的伤害真是太大，因为留有阴影，而且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解开谜题，然后大家都众说纷纭，那种不信任感其实一直弥漫在台湾，然后每次搞一次选举，大家就在选战的最后关头都会担心受怕，是不是又来一次，这种感觉是非常不舒服啊。嚟紧嘅星期六就系总统大选投票日，刻意经营嘅蔡英文可唔可以打动中间选民，带领民进党击败国民党再度执政？选举结果对两岸局势又会带嚟乜嘢影响？下个星期日铿锵集，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你稍后请收睇2011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